将来有啲咩嘅可能嘅发展，我先讲我自己先。咁我咧其实就我之前讲咗一定系分化离间我哋。咁我亦都好老实喺度，因为收费环节讲。咁我而家咧已经咧喺自己个 Patreon 咧就即系动咗支旗出嚟噶啦。咁我就好耐啦，系。但系我以前咧，其实我你当我自己我原则就系、是，即系阿鳄鱼都有问噶，你会唔会一个 Patreon 发俾我？一定唔会，因为我只要一日帮 MHK 拍片咧，佢就系独家嘅。咁但系而家因为我冇帮 MIHK 再合作啦，咁我就自己就考虑会试下拍片啦。咁我就连个节目都谂埋啦，叫做呢一个巴别特击塔，即系以前咧咪有个死亡特击塔一套戏，咁我叫巴别特击塔，叫塔光啊，特击塔啊嘛。咁我就会喺我个 Patreon 度，咁我咧就个谂法就同阿鳄鱼完全唔同，鳄鱼成日都谂系 free 出去啦，多啲人睇啦。我的節目就一節都唔 kill 會 fee， 就收$45美金。啲人話：哇，$45美金咁咪仲貴過而家哼哼有聲，係㗎啦。但係我個諗法就係一個人我都做。